比较好听，真的。提到邓丽君这个名字，我想大家一定都很熟悉，特别是那首歌《甜蜜蜜》，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都听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带来的节目呢，也是邓丽君的曲子，不过不是唱出来的，而是用古筝来弹奏的。下面让我们欣赏来自留学生古筝班的同学带来的小城故事，有请。
某超级的某传说这个跳舞很好很厉害。我现在在我们学校读研究生呢，然后跟我们研究生同学们一起上太极拳课，但是我自己脚崴了，所以我自己不能参加我们这期的表演。可是我知道在他们的旁边都看了，他们非常努力练习为了这次表演，所以我要当我们班的啦啦队，跟大家一起给他们加油。第一个是黄一文同学的少林刀法。Thank you.
们的中国武术表演少林拳法。You.
心跳的很快，大家感受一下。
啊，这首歌曲非常有传唱度的一首歌曲啊！看一下台下我们的啊，来自全国的啊，全世界各国的好朋友在这里，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，大家听一下。我相信全下基本上的人都会唱这首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哼着一个调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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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希望我可以用嘴巴发出几种声音，我希望全场的好朋友，全场的每位好朋友都要跟着我的节奏拍一下手好吗？在这个寒冷的天气，首先呢是第一种声音，我们载歌载舞，心潮澎湃，放飞心中永恒的梦想。我们让群众宁静的绽放。我们让梦想自由的飞翔。让我们尽我一次的双收，唱响盛名的完美乐章。明年再会，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可以不要离场，因为接下来呢将是2015本科韩国的同学张朱硕，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激情、非常热情、非常好听的 DJ part。OK。Come on, let's dance just on the stage. OK。
Let's go, let's go. Party night, party night.